妇女节蒋万安贴帅照，女粉丝直呼太帅了。今天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，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在脸书祝福所有女性朋友妇女节快乐。不过由于她在脸书张贴型男照，不少网友都将焦点放在照片上，直呼太帅了，这张照片送给妇女真是太适合不过了，一瞬间圈了不少妇女粉。蒋万安感谢过去百年，世界各地的女性为了得到更平等、公正、和平的工作与生活环境，为自己的权益奋斗。现今社会仍有性别歧视的问题，他表示会持续推动女性在职场上的工作权益，也让大家一起努力守护，营造更友善的社会环境。你的权利我来争取，你的权益我来守护。